各位收睇劇場會客室，今日我哋嘉賓係邵美君小姐。Hello， 阿君，係好開心啊！上次同你傾偈，係啊，我都好開心，傾滔滔不絕。係啊，繼續我哋繼續不絕。好，我想問你咧，你中意演喜劇多啲定喜鬧劇或者係悲靜劇多啲？即係如果要咁樣分，籠統嚟分。我就好貪心嘅，我乜都中意嘅。咁但係而家嘅我咧，我中意演喜鬧劇多啲。嗯，點解？因為咧，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演喜鬧劇同演悲靜劇都係有個底噶啦。嗯，即係你對生活嗰個質感啊，你對嗰個角色嘅睇法啊，都一定係好實在噶啦。嗯，咁只不過我哋係用一個嬉笑怒罵啲嘅手法啦，定係一個悲天憫人啲嘅手法啦，咁嗰個我覺得嬉笑怒罵都幾人生啊。嗯，即係哇，有啲嘢好沉重噶咯，已經你再好沉重咁講，哇，浸死我噶喎，會咁。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嗰個搞笑嘅面，其實背後會睇得更加清楚嗰個角色或者嗰個人經歷嘅人生咯。咁，所以我覺得哦幾得意喎，練下都好喎。點樣可以笑住嚟到喊咧，或者喊住嚟到笑咧咁？好有趣咯，即係轉言呢樣嘢係好有趣。咁有啲咩心得轉言咗出嚟？譬如好搞笑嗰啲嘢咧，有陣時我哋即係有陣時我哋見到啲人好搞笑。嗯，其實點解佢搞笑呢？就英文咧喜劇叫做 comedy 啊嘛。咁，原來係離唔開要 comment 嘅，即係要去所謂的 comment 就是咧，即係你覺得最好笑嘅嘢咧，其實是最慘嘅。點解即係講啲最老土嗰啲啦？即係踩到蕉皮，人哋跌咗，咁跟住點解你會笑呢？就因為佢慘咯。你見到佢跌落地，佢好慘啊，所以你笑咯。有啲我曾經去睇戲啊，睇驅魔人啊，咁好恐怖嘅。但係咧，你好奇怪喎，有啲觀眾咧係見到嗰個驅魔人嗰個女仔到後行嘅時候咧。那個畫面是很恐怖，但他們會笑的，即其實是用來對抗和平衡你那個恐懼的心態的。即我覺得comedy 即喜劇就是這樣，即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笑的那些情況都是那些人的悲劇來的，這樣即譬如我做之前有個戲小人國這樣，它有三個系列的，其中第三集的小人三國的時候有一個導遊阿珍，咁曾經都係一個即係城中熱話嘅人物啦。咁佢就帶團咁樣，咁佢講緊即係講話香港嗰啲咩建築物啊，啲香港建築物好醜樣啊咁樣。佢自己係好醜樣嘅。咁我喺度諗啊，點樣可以令到阿珍更加醜樣呢？但嗰個醜樣，我唔係淨係笑佢呢個女人好醜樣喎，而係一個咁醜樣嘅女人，佢仲要帶住嗰啲內地嘅客人，俾啲客人踐踏，其實佢好慘喎。嗯，咁我就啊，不如我加棚哨牙俾佢啦，令到佢更醜啦。而嗰個更醜係會令到啊觀眾睇到佢棚哨牙會發笑，但係你都會感受到呢一個咁草根嘅女士，佢為咗兩餐。佢要搲爛塊面，佢要俾人笑佢醜，佢要笑香港嘅醜，有即係有另外一個層次咯。即係你笑得嚟，其實又講緊另外一個意思咯。咁所以我好喜歡演 comedy 演喜劇就係咁嘅原因。係啊，你講呢個我覺得有成立。不過我成日又諗下現實生活咧，可能有啲人咧，其實我哋望佢覺得佢醜，我哋覺得佢無論樣或者個。思想行為做出嚟嘅嘢係醜，其實佢哋唔係，佢哋覺得自己靚。我又覺得有一種可能係咁樣，係佢哋唔覺嘅，即可能佢睇翻其他人，佢覺得人哋先至係醜，即係佢又都會去 comment 人哋噶嘛。咁佢覺得自己，我相信其實佢哋覺得自己係靚添嘅，因為好多時候有啲人我都會覺得即嚇你咁都覺得靚啊咁，即係但係喎，原來佢真係覺得自己係靚嘅喎，咁即係又係另一種咯，即係你頭先講嗰種係一種，我而家你令我諗起另一就係另一種，另一種，又但係亦都係另外一種悲哀，因為佢係佢覺得自己靚啊嘛，但其實好醜啊嘛，係啊係啊，咁亦都係因為咁而覺得好笑啊嘛，係啊，另外一啲人又可以係啊，所以好似即係我都明你講乜嘢，即係所以話喜鬧劇其實真係亦都係好。可以是去到 end up 就是很慘的，其實啲嘢，即係周星馳嗰啲戲就係咁啫嘛，係啦。佢我覺得佢真係好叻，佢用一啲非常喜鬧嘅手法去睇。你如果唔睇到佢在內裏嗰個
嗰、那個義嘅層面咧，咁、你咪當一個喜鬧劇睇，咪好開心咯。係啦，開心一晚咯。係啊，咁但係當你睇睇下，你即係如果你發覺到嚇，你感覺到佢想講乜，咁其實即係覺得原來好悲涼喎。係啊，即係譬如尹天仇嘅時候都話，點解尹天仇咁慘嘅咧？即係佢咁努力去做一個演員係咪？但係根據學戲得兩種嘅啫，唔係妓女就係黑社會。係，其實係好慘㗎，好慘。但你又會覺得好好笑喎。冇錯，係咯，即係所以我都係呢啲真係好成功啊。係啊，呢啲就好好玩咯，我自己覺得。但係調翻轉，如果係演悲劇，悲天憫人，但係佢過分悲天憫人，搞到我哋卡卡大笑咧，又係死寶，又係另外一種喜劇，又係另外一種，我哋入錯咗，以為入錯咗劇院。冇錯，係。但係你初初嘅時候，你話你而家你就中意演多啲喜鬧劇嘅，但係即係 imply 你初初嘅時候其實係中意演悲情劇多啲嘅，係咪？我唔知啊，我而家入演藝學院咧，咁可能我本身同班同學又大少少，即係我比較大少少嗰扎嚟嘅。咁角色有好多種啦，有老有嫩啦。咁我就永遠都俾人哋揀咗我做老角嗰啲嘅。係啊，係啊，即係唔知點解㗎？即係可能我又本身我唔係話我怕醜嘅，學咗戲又好似好啲咁嘅。上次講咁，但係即可能始終他哋都覺得我的思想不是咁靚妹啊，咁佢哋會揾我做啲大年紀啲啊，阿媽啊、阿婆啊嗰啲咁嘅角色咯。咁做得多咧，有嗰種重量咧，啲人咪覺得，你都是做正劇的材料嚟噶啦，你唔識搞笑嘅你都是那些阿婆啊，很經歷滄桑的女人嗰啲質地嚟噶啦，咁啊唔俾我做，即係少揀我做啲搞笑角色。嗰陣時我都以為自己做不到搞笑嘅，即係喺學校要做一啲唔同嘅即係唔同戲種嘅 exercise 噶嘛，或者即係 scene work 咁樣，即係要做一段戲咁樣交功課。我哋交功課唔係寫噶嘛，我哋排一段戲交俾老師睇，俾翻啲意見我哋咁樣。咁去到做正劇，我梗係冇問題啦，因為做開啦嘛。到做喜劇嘅時候咧，我真係 question 我係咪唔識搞笑噶？點解笑唔出嘅？點解唔令到啲同學笑嘅咁樣？咁但後屘原來發現我唔夠睇到嗰個角色背後嗰個慘咯。我淨係喺度不停 show 俾大家睇，我見到佢有幾慘啫。我唔係笑住嚟到慘咯。咁係啊，咁所以咪覺得自己好似唔識演咁咯。後屘跟住好多人找我做老角啊，同埋啲正劇之後咧，咁我發現唔可以咁喎，咁跟住就特登變下自己的形象啊，做啲即係自己真係喎，即係生活上面都變形象喎，即係電攣咗把頭髮啊，成化啲妝啊，著啲短裙啊，著啲 T 恤啲啊，著啲波鞋啲啊，唔好著即係同老嗰啲角色就距離遠啲啊。咁啊，自己喺學喺班上面啲 exercise 就試下揀啲細路女啲嘅角色嚟做啊。咦，又得喎！咁就開始咧，我發現即係開始發現啊，外在嘅嘢好似可以幫到自己揾內在喎。咁開始先，因為外在嘅打扮咧，會影響咗裏面的感覺噶嘛，咁先開始發現，原來 comedy 即係喜劇又可以由外在嗰度揾翻入內在喎，即係你戴咗個假髮，你又變咗另外一個人喎，咁樣咯，咁先開始慢慢掌握到喜劇個演法。所以而家其實兩樣你都中意嘅，都好中意，係啊，兩樣都好享受。好啊，我睇你兩，不如近期呢個睇你一粒沙啦，小人三角啦，兩個我都覺得好好，係我都好中意。多謝，係好難演嘅，因為兩個真係好唔同，好唔同噶嘛。係啊，好唔同嘅演法，掌握得好好。最緊要感覺，即係其實做戲都係，或者睇戲嘅人點解睇戲咧，就係有感情嘅需要咯。我成日覺得，即係我需要藉住去睇套戲，俾套戲感動我嘅，或者我需要藉住睇嗰套戲去笑一餐嘅，咁你咪即做演員，我覺得有個使命就係你要捉住嗰個戲最想講嘅或者最想分享嘅係啲咩信息，捉住咗個信息之後咧，你去喺裏面演嘅時候，你咪係 share 緊呢個信息俾人咯。係係
之前你講過有第三對眼咧去睇啊，我想問你，咁你呢對第三對眼睇翻邵美君 as a whole 一個演員 as a whole， 你會呢對眼會點樣去評價邵美君 as 一個演員？哇，好難答喎、啊。邵美君呢個演員咧，佢啊。你嘅喜劇，我差啲瞓咁滯。邵美君呢個人，即係佢就佢有啲好強嘅，佢太強橫啦。但係佢係佢嘅好處，亦都係佢嘅壞處咯。佢嗰個強橫咧，即係佢對一件事嗰個睇法，佢認為啱咧。他就針住落去做噶啦，係啊，所以佢但係因為呢一個諗法咧，佢好容易可以好投入咁去掌握一個角色啦，或者一套戲啦。但係亦都因為佢咁樣咁一意孤行咧，有陣時可能 miss 咗其他啲風景嘅。咁咯，所以啊，其實有好多人讚佢嘅，即係話啊，佢演得好好啊。哇，有陣時都幾深喎、啊、啲情感，咁啊，我啊覺得唔係嘅，我唔認同嘅，即係我覺得佢嗰種有陣時即係一意孤行到唔理其他側邊嗰啲風景咧，係抹殺咗好多可能性嘅。我覺得佢仲有好多空間去進步嘅。哦，即係細個讀書嘅時候 ，room for improvement 咁樣，係咪好多 room 嘅其實？係啦，同埋我覺得保持住一個。年青同埋覺得整日都覺得自己未夠嘅心態係要嘅，咁先會可以更加進步嘅。係啊，同埋佢可以再冷靜啲又好啦。有時佢嗰種做戲係有啲衝動係好好嘅，即係你做，因為其實角色都係用情感行先啊嘛。咁你有嗰種衝動係好好睇嘅，但係有陣時又太衝動咯，因為有啲角色係唔需要咁衝動噶嘛。咁所以我都覺得佢太細路女啦呢個演員。其實呢隻眼其實咪包括咗同你演戲嗰啲人嘅comment嚟嘅，都有噶，都有關噶。嗰啲一意孤行咧，係咪有啲人俾你一意咗就孤行咗？係啊，唔理佢哋咧。係啊，咁你翻轉頭，喂，你抌低咗我後邊咯喎，咁啊自己檢討下咯。咁即係攞翻你頭先講嘅，如果你譬如你認定咗一個選擇，即係角色咁樣啦，你選擇個，你頭先講嘅係咪即係話你就會係即係努力去完美嗰樣嗰個選擇，但係就會係。不去考慮其他啲啦，咁係啊，我好容易會咁啊，我自己。咁但係頭頭你講嗰啲白紙櫃，你要點樣執嘅時候，你唔係喺執嗰個過程已經有深淺、有高低、有厚薄嘅啦咩？咁你點再一意孤行去做咧？有陣時咪就係信多咗某一方面咯，即係可能信多咗自己嘅感受嘅，咁對分析嗰樣嘢就放低咗好多啦。是的，我 feel 到這樣很正、我 feel 到這樣即是哭得厲害一點，好像 很存在、那你少了那個分析咯，可能他、他情緒上面是要崩潰的，但崩潰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嘛，那個就可能是要靠分析 去 你找哪個程度恰當，即是對於這個戲來說，或者對於這一場戲來說是恰當的，那些都要扔一些分析咯。但有時候我是承認我自己是一個衝動派的演員的，即比情感行先很多的，尤其是排戲的初段，我比自己很澎湃地去試一下，在情感上面很澎湃地經歷一次演戲，是的，浸死了一輪，被人說完我一輪，不死那麼多劑了，才去回客觀客觀啲啊，分析性啲嘅嘢。咁但係我覺得都要嘅，因為一開頭其實咪一開頭你一定要抌咗一啲嘢出嚟，先至知道係要再多啲定再少啲噶嘛。係啊，咁其實我又覺得冇壞嘅。係啊，絕對要有咁嘅過程。係啊，如果唔係
你講的澎湃和我講的澎湃不同嘛，你現在講你澎湃可能在我來說我還澎湃過你不夠啊，你還沒夠啊，你是小浪漫來的一定要你浸一浸才知道浸浸什麼，所以我都習慣是這樣做，就是給自己感情上感性上去經歷了一次最澎湃的先，跟住先慢慢抽拉分自己翻嚟咁。係啊係。但係好多時候，因為你覺得過癮啊嘛，演員避唔開，即係你好中意嗰種過癮噶嘛。嗯。咁我會沉溺得滯咯，就俾人話咯。咁會唔會呢個係令到你想成立風車草的其中一個原因，即是你自己還藝術總監喎，咁唔好再話冇人話到我啦，咁會唔會咧？我係點做啫？點做啫？咁又冇咁嘅藝術總監，我有三個成員嘅，唔係話我話做就做嘅，佢哋三個都藝術總監，唔係啊，一個行政總監、創作總監，咁我哋全部都係總監嚟啊，一個團三個人，但三個都係總監，好搞笑。我哋真係為咗自娛嘅啫，嗰個名。因為其實即係風車草的出現，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同我哋嘅即係嘅慾望有關嘅，即係因為有一個自己嘅團，咁就可以做自己想做嘅演出，即係所有演出都係我哋三個去傾去決定嗱裏邊角色我哋三個決定係邊個做啦，一定有我哋份啦，咁個戲種啦。什麼題材啦，都是我們自己決定，那是一定是我們自己喜歡的作品咯。所以最初其實我們都很兒戲的，就是想著、既然畢業沒多久做緊freelance 這樣，有時候因為要砌啱啲期樣，你什麼 show 都要接啦，接了先啦，咁有時接咗先，你 miss 咗某一啲你中意嘅戲啦，咁啊，好似又有啲可惜喎，咁跟住做下做下，咁啊，阿湯俊業啦，即係我哋其中一個成員啦 ，Edmund 啦，咁佢係最，即係佢係後生過我哋兩個嘅，我同阿梁祖耀啊，即係佢係低班啲嘅，啊佢又即係唔知點解有股衝動就鬧我哋，不如搞個團啦，咁我哋搞個團就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演出，咁最初都係一個咁嘅念頭嚟嘅啫，咁就三個傻人咁樣就走埋一齊，三小人角，咁就走埋一齊去諗住做自己中意做嘅 show 咯，咁啊慢慢就發現哇原來。搞個團不是那麼易喎，是啊，我真的想問經費怎麼來的最初就申請政府的資助咯，就有些 by project 的資助，就即是他們買一個 show， 我們就只做一個 show， 鬥一份人工這樣咯，咁慢慢又開始儲咗少少錢，咁借住少少錢咧，又搞下一個 show 咁樣咯。我哋通常個運作都係咁噶啦，即係搞個即係做個 show， 票房有收入，儲到錢嘅就儲住嗰嚿錢，將嗰嚿錢嚟到準備下一次嘅演出咁樣咯。咁又等票房先可以埋單嘅，次次都係。哇！你好似啲人買大細嗰啲咁咧，即係贏，即係買中咗大就唔攞咁，繼續拱埋去，又繼續買，咦？又開大話都唔攞咁。係。你好似咁樣。最開頭真係咁樣㗎，同埋即係攞住所謂儲咗嘅錢，唔係好多㗎啫，即係可能幾萬蚊。但你搞個 show 唔係咁嘅價錢。係咯。咁咪膽粗粗等，希望個票房 OK 啦。唔計數噶，希望個票房 OK 咯，票房可以唔 OK 噶嘛？係咯，咁又俾我哋好好彩地又 OK 喎，又 OK 到喎，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最頭揀咗一個令到我哋可以繼續行落去嘅 show 咯。嗯，即係你咪你我你死未一個音樂劇，咁嗰個戲係。因為它是一個 off Broadway 的演出的，最初我們都很害怕我們拿不到那個版權，那又被我們膽薄膽又試到它肯給我們，它肯賣個版權給我們，那又可以做到一個，因為 musical 在香港都是比較容易賣一些的演出，那又被我們做到第一個演出，儲到我們第一塊錢，那又被我們做儲到第一塊錢可以做第二個 show， 咁如此去推咯。咁後屘發現，哇唔得喎，我哋唔係就咁係咁依儲啲錢，等下一次票房咁樣收入就可以營運到喎。我哋仲有好多嘢唔識喎，因為我哋全部都係演員嚟嘅嘛，我三個好多行政上面嘅嘢唔識，一路做一路學咯。咁
但其實你做演員又不是很想 deal with 那些東西嘛，你不是很 想理那些東西，你喜歡創作多一點嘛，那就即有一段時間都嗌交嗌得很犀利的三個、真的因錢，因為錢的，不是因為錢，是因為大家的理念不同，有些可能說、我們要開始要考慮怎樣去營運，有些就覺得不是我們演員來的，我們怎麼都要做自己喜歡做的 show、是的，有這些argue。那最後現在是 come up with 什麼，去到什麼，即是大家妥協到去什麼，因為沒有妥協，其實現在你的路向是一個人一個人的不是的，不是的，我們是很什麼都談的，我們是什麼都說的、但我們很幸運，我們三個是三個很不同的人，三個人的，但我們的藝術取向或者我們的看法很相似、我們的 taste 很相似，即是對藝術的看法是很相似，但我們三個做事的方法是很不同、於是不知道為什麼 很神奇地我們是可以互補不足的，或者 A 和 B 吵架的時候， C 就可以做中間那個，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怎麼來的默契， B 和 A 不是 C 和 B 吵架的嘛， A 又會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對他們兩個，即真的是三小人國，是啊我們就很奇怪有一個這樣，我覺得如果多個女仔又是麻煩的、即如果兩男一女又會麻煩的、但我們兩女兩男兩男一女，兩女一男就麻煩了，男就麻煩，但我們兩男一女呢就容易解決，就不生氣了，反而是沒那麼生氣了，挺得意的，真的。現在的方向就是、一路要營運到的團，即是一定要平衡的了，一路營運到的團，但是我們都堅持要做每一個我們選擇的 show， 都是我們三個都要覺得 touch 到我們自己先去選擇、是但這個是真的可以足以衛生的、看看你衛生的定義，溫飽啦，可以溫飽、可以溫飽、okay、可以，那 都不錯，因為即正如你說齋，做緊自己做自己興趣的，而又可以賺到錢，即不是大錢，起碼都衛生計是沒問題啦，可以溫飽咯，但是要想未來咯，未來即我說下一代啦，即拓展的事我們不可以計劃到，即只能夠去做到我們有份糧。你說下一代是觀眾下一代，還是 你們自己的下一代？講緊譬如、我們只有三個人嘛，我們三個人都會老的嘛，那我們要還有下一代的演員的嘛、如果我們繼續有個團、繼續在那裡，即成全下去，是繼承的，那樣東西就困難一點了，即 要計劃了，現在的資金只是能夠夠我們出糧的，夠不夠退休不夠不要想下一代拿來退休吧，不如不行不行，你下一代養下我們可以是喔、這件事也好是喔、啊現在其實平均你們一年會做多少個戲、我們通常大概現在做三個到啦，做三個，係啦，因為我哋而家有個場地夥伴計劃，咁就喺葵青劇院嗰度，就同葵青劇院合作咁樣啦。咁佢哋就會，即係我哋就喺葵青劇院會有三個演出。咁、另外同，因為我哋團咧同 W Theatre 咧就一齊喺葵青劇院嗰度有呢個參與咗呢個夥伴計劃嘅。咁我哋因為 W Theatre 咧就係一人團嚟嘅啫嘛，佢冇演員噶嘛，咁我哋又好緊密嘅，即係同風車草合作就好緊密，因為我哋三個都係演員啊嘛，係咯，咁佢哋可能W Theatre 有一個 show 或者一個半 show， 半個 show 即係可能係一啲 rerun 嘅 show 啦，咁其實一年有五個 show 已經好 full 噶啦，係咯，我哋大概兩個月就排一個演出啊嘛，係啦，兩個月一個演出加埋 performance。所以五個 show 已經是全年敷了的了，其實一年已經五個 show 都吃力過，是不是、因為對你們來說其實已經很慣的了，喂手停口停啊，五個、五個剛好了、是啊，五個 show 即每一個 show 要排多久，個半至兩個月、個半月至兩個月，是的，是的，所以即大概是了五個月，五個 show 至六個 show 到了、六個就很幸運了，真的啊，是啊，但你真的停的話就是沒有了， 你我說我今年不想做那麼多、不想那麼多產、三個、不得不得，生活不到，沒有時間可以做其他的創作的事情，
少啲咯，即係喺個自己嘅團裏面去實踐咯。如果想做某類型嘅創作，或者可能想即興即係做 device 嘅 theatre 嘅戲，即係一個即興劇場嘅，咁你又真係要喺自己嘅團度試咯，係。係係，我都好希望可以睇多啲。好啊好，我都希望可以做多啲唔同類型嘅嘢。做多啲啊，君。係啊，我哋團都希望做多啲唔同類型嘅嘢，俾觀眾有啲新嘅睇法。你努力。咁然後第日有多啲新嘅嘢同我哋上嚟呢度再傾，好啊，傾好啦，多謝曬，多謝曬君，多謝你，小蝶，第日再嚟過，好啊，好啦，多謝各位收睇，拜拜。